多人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，又是一个文明之城，也是宜居之城。同时我们还是生态文明之城，我们福州是一个优秀旅游城市，所以各地的朋友们到了福州，既是能够广化交流心得，能够广结友谊，同时也能够为我们汉服文化的弘扬和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。那么在我们有福之州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很好的享受这福山福水福州城，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，光大汉服文化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，能够用我们的努力迎接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谢谢大家。现在我宣布海峡两岸汉服文化节开幕。华夏复兴，因共先行，始于衣冠，达于博远。汉服运动不仅仅是一件衣服的出气运动，而是我们华夏文明传承与推广的一次全面复兴的运动，是继承华夏文明的文化责任、历史责任。喜悦无衣，与子同袍，必然要坚守我们民族的璀璨文化，保护好祖先流传下来的宝贵智慧。我相信在这条路上，大家并肩而行，从不孤单。汉服复兴美于天地之间，天下汉服，世界同为汉服浅声低唱。我相信在这条文每一定会好，越走越好，传遍天下。下来。有限公司致赠感谢状，希望今后能够加强两岸传统文化的交流。下面有请台湾传统文化促进协会的黄文宝副理事长为他们授牌。在此，我们也希望善良，只是他不知道，真正断绝的不是曲谱，而是他的傲骨，乃至他身上的衣裳。
神奇。